哎，你和黑钻，不是吧？哎，我的车上被撞了呀，兄弟们，我的车被撞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看，你奇怪了，都凹进去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叫黑钻，我们先看一下。要黑钻，哎，这个还是黑钻第一弹哎。哎，卡包，四两包英雄对决。哎，还有纸条，对不起，叔叔阿姨，不小心把你的车给撞了。我是小学生，没有钱。我把我妈妈给我买的荣耀17送给你，当做补偿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放在你车底下了。难道这是小学生玩耍的时候撞的吗？两包卡片，他说车底下也有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真的也是荣耀呀，兄弟们。哎，还有闪包，来，我们拿出来。哇，这么里面，哇哇哇，这是五包豪华，里面还有个荣耀17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拿过来。拿不到呀，拿不到。哎，拿不到啊，我们看一下别的东西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一下。哎，这个有个树枝，我们用树枝弄一下。来，我们伸进去。哎呀，把它给放出来。来，哎呀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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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真的是荣耀17，还没有拆过封的，你们看。哇塞，现在的小学生都这么文明吗？你们看，把我的车给撞了，还留了纸条，还给我了几包卡片，两包英雄对决，五包传奇，还有整合的荣耀。即使这小学生把我的车给撞了，如果他不是故意的话，不给我补偿也没关系的。不过他既然给我补偿了，那我们就拿回去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拿回去拆掉吧。走。评论区能打出这个字的都是天才哦。哇哦，小伙伴们，听说荣耀17能够拆出 VCR 的，那大家想不想看我拆荣耀17呢？想看的话给我点赞关注哦。哎，还没有人给我点赞关注，等你们给我点赞关注了，我来拆荣耀17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拆闪包，迪迦哥保佑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记得给我点赞关注哦，给我点赞关注了，然后我们就拆荣耀17，好不好？哇哦，一张油啊，迪迦奥特曼强力型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好，下一包，下一包。哎哎哎 ，SSR 诺亚奥特曼，第三包，看来今天运气可以啊 ，SR。来 ，SR， 刚才还说运气可以的，到现在怎么回事啊？运气不行了吗？又是 SR， 好，英雄对决了。来，哎，什么？一张原的黑暗杂技，最后一包英雄对决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哇塞，是永恒神特利迦，哇塞，真的好酷啊，兄弟们！好了，小伙伴们，给我点赞关注了没有？点赞关注了，我就要拆荣耀17了。来，我们先都拿出来吧。你们说 VCR 是在左边呢，中间呢，还是右边呢？你们猜一猜是哪一边，兄弟们？来 ，HR 你要是奥特曼，这边还有什么卡 ？HR 杰克奥特曼闪亮型。来，第二包，第二包，我们先看右边，右边有没有 VCR？HR 黑暗战士欧布，不错不错不错。A 四战 UR 欧布奥特曼疾风形态，不错。第三包，来，黑暗战士艾克斯。哇，一张油啊，金沙泽塔特买，赶马未来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三 D 卡迪亚波罗，挺酷的 ，AU 加奥特人造机甲，不错不错，又三黑暗杂技吗？黑暗战士杰德，有点像黑暗杂技啊，哇，是红眼泽塔，兄弟们酷啊，红眼泽塔，来最后一包了，来 ，HR 斯菲亚给我啦。这张是什么 ？AO 加是塞文加，好，下中间了，来看一下维利亚奥特曼早期型。哇，兄弟们 ，VCR 卡，泰坦奥特曼三重斯特利姆形态，哇塞 ，VCR 卡，兄弟们牛啊！这个 VCR 是不是很快，兄弟们？好，来继续，还有 SSR 呢，来来来来来，死亡德拉格，我们哇哇哇，一张泽亚戴拿奥特曼奇迹型。不错吧，兄弟们！来来来，这是王灵古啊，雷欧奥特曼，来来来，这是洛斯阿甲，有啊，德卡奥特曼，这是黑暗杀手，也不错呀，兄弟们，麦克斯奥特曼的金沙。来来来来来，泰坦，这边是什么？哇，又是红眼泽塔，兄弟们，红眼泽塔酷啊！看来 SHR 在左边了。来来来来来，
这全是非呀，找我是。这边有什么卡？欧布奥特曼爆炎形态，哇，这挺酷的，兄弟们，爆炎形态。来，这小亡灵金娜，尤阿金莎银河奥特曼。来来来，这小奥特人造机甲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这奥特曼被打双击，金沙卡。SHR 呢 ？SHR， 哦来了 ，SHR 来了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？这奥特曼伽马贝莱的 SHR， 哇塞，还是烫金的兄弟们，烫金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一张 UR 欧布奥特曼三种形态。好，还有最后几包了，猜猜完，猜猜完。来，这小塔塔洛斯。来这边莫斯阿甲，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我们看一下，最后一包这啥给我了，哇，怎样怎样怎样，盖拿奥特曼强壮型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今天吃了卡变得有点多啊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是小杨大机会，大家喜欢看我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